子它特大的，你们看，跟手一样大。我们刚刚把那个箱子打开，不知道放了什么东西出来，这边整个气氛都不对，等下小心一点。嘿，其实床里面去了。你退来这边。有地震吗？那不就是我头在晕，我刚才觉得在晃呢。下面有东西耶，还有金子。等一下再看，等一下。没有东西。鬼哥，我那公顶管我给你做。哎，那是泥花纸。啊，好像八是莲花的。这上面还有一张未知生的。为什么只有这间房间贴满符咒？对啊，这柜子有东西吗？哦，不是啊，这款的。有万五。不可能啊，吓到！什么？哇！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这里也有一只娃娃？有娃娃？你自己去看。这神桌跟娃娃一模一样啊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同一只吧，应该同一只哦。阿总跑这里了，还是那个人回来，还是怎样？娃娃本身没有问题，嗯，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过来的。
这样做是在亡羊补牢。重点是我们不知道刚刚开柜子到底放出什么。这感觉很像是古早的那种木盒。他这些条件我很好提示。哪里？浴室的。收藏品。嗯。又有声音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带过去。带过去。带过去。哎，完了，你先走。一个弥勒佛，我们进来的时候有吗？刚才我那边进来的时候，丸子就说地板有一个东西。我今天状况不太好，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带。嗯，你先撤吧，坐吧。下次再来吗？我觉得楼上非常不对。我刚才有点头晕了。来，就行了，就行了。这里。刚才上来有鞋子吗？没有。刚才上来有鞋子吗？不记得。要回放，你回去再回放。嗯。包包，看着，好，你上哟。可以可以。